台北市营委会强力促成台北工厂国际合制案，集结台湾新生代青年导演在国际影坛上迸发台北魅力。因为这是没有被受限的创作，跟我们平常在院线看到的国片有很不一样的感觉。当台北是一个很奇妙的城市，加入了外来的国际的元素之后，它的接纳度是一个很大的地方。台北工厂二采台湾新导演遇上意大利演员的合作模式，呈现三种截然不同的短片类型，颠覆你我想象。给你一个题目，叫做一个意大利人在台北会发生什么事？什么事？三个导演分别创作出完全不一样的想象，就是一张票可以买到三种享受，超越蓝绿，超越打破黑白，五彩缤纷，不看可惜。异想世界本周带你深入超出你预期的台北工厂二，每周一至五锁定 UDN TV 异想世界。